我哋嚟緊一個 social media 嘅新嘅 soft launch， 關於嘅 schedule 方面啦。咁夜晚時間嘅節目會比較上哲學多啲，輕鬆多啲。晏晝時間可能我哋會跨咗一部富翁電視，咁入面咧亦都會講啲比較深啲分析時事多啲嘅，大家密切留意。